皮皮真的跟捡垃圾的一样，他看到什么东西他都捡一下，没有感动完转了一圈就回去了，因为真的太热了。哦对了，皮皮的玩具到了，这个是长颈鹿，还有这个小象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里面放了80%的水，然后冻起来，狗狗咬它的时候呢，磨牙嘛，它就会冰水或者说碎冰就会从这缝隙里面漏出来，狗狗玩的时候呢就很凉快。特别是这个小象，皮皮真的很喜欢，出门玩的时候它都带着。去，请回家，快点。